总算让我找到你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 吓死我了！这里像是大战过一场。弟兄们，快拦住他！屋顶狭小，不如去练出一道。 葬身之地，竟敢管我雪衣楼的闲事！
谁？情亲三别，谁出来？别装神弄鬼的！弟兄们，让八荒弟子见识见识咱们影堂的手段。是。慈悲。
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